名唱将惊人表现，为展现个人魅力。妹妹的别在伤口撒盐，你干嘛知道？你一直在我们的伤口撒盐呢？昨天在你伤口。我几乎忘了是佑嘉唱的，我觉得古威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是自己有自己的演唱力。古威能否击败12岁强敌李佩玲？